在那个 James 面前是哎小巫见大巫啊。那我想再次邀请我的两位好兄弟苏志成，有没有空啊，志成？谢谢你，谢谢，不然我觉得很白痴了，一个人穿中山装出现，好怪。所以那 surprise 到你了吗？我会不会很亮啊？会很开心。我觉得很霸气。真的吗？对，很霸气。你是霸气，看了你之后我很霸，很饱。Thanks。对对，我们再邀请多一位好朋友好不好？对，好兄弟。兄弟啊，兄弟，活的这个是活的。呀，兄弟如手足。刘进旭，你都碰到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福禄寿，恭喜恭喜啊，新年快乐！今天是初六嘛，是也是很特别，2016年星期六啊，又是初六啊，六六大顺啊，哎，对啊，是。还有嘞，有没有祝贺的话讲一讲？当主播，我刚才讲，你讲了，哎，没有讲到。好，我跟你讲，哎，大家身体健康。对，哎，你呢？啊，龙马精神。哎，要猴年呢？要猴年啊！六六大顺很 steady 吗？三个六。那就大家做每件事情都会碰到金猴 C 啦，金猴 C 啦，金猴 C 啦。对对对，一天都抓不到。我也是抓不到的。反正抓到，对，反正金猴就对了，然后跟你说 C 啦。那就可以了，就是好运到。那轮到你。我猴年的祝贺语。侯佩岑，不配。我想不到啊，想不到啊。我谁啊？也对啊，猴年要配那个岑嘛。侯佩岑，坐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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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朱元璋。永远那么冷。啊 ，OK。哎，这边有水疗啊。是啊，我们自己带上来。我也是。OK。其实是不是要坐这样？这样我的肚子会跑出来的。福禄寿嘛，你是寿嘛？他是想要寿。OK， 好。那我是禄，是不是要脱衣服啊？对对，你是禄。你脱了？我怕大家变石头啊。好，那就撒。有点登场了，是不是？要讲什么可以问费辉啊？费辉啊，在这种状况之后，你会讲什么呢？或者问嘉明？其实我在想，我们跟嘉明这个人啊，因为嘉明有两个人啊，是那个刘晓真的，你这样吴嘉明，吴嘉明一个胖的，也许我一个人，耶、yeah ，所以他算是我们三个人的一个导师吧，一个伯乐，对，一个伯乐。你只是说哪一个嘉明？现在吴飞的。你们不可以这样直接吗？他都没有瘦过嘞。对嘛，他也是要受你的气。对，我们这个吴嘉明是他算是帮我们制作专辑嘛，是，所以他也教了我们很多东西。嗯，然后他也算是我们的一个老师，对不对？然后接下来，我在想，我们今天也是跟另外一个嘉明也是很有缘分的、啊，是。所以可以唱到嘉明的作品，我觉得也是一个荣幸啊！因为我们的那个专辑里面啊，出了三张专辑，他只是帮我们写一首词而已啊，是不是可能他太贵啊？一首已经很给面子了，我觉得。对对对，而且那首歌就叫做《你走也好》。我们专辑里面那首歌是他写的。其实我有幸和陈嘉明大哥合作过一首歌曲，在十多年前。16年前啊，2000年的时候，那个国庆日主题曲不红的了，叫《新月》啊，是我写曲的，然后陈嘉明大哥帮我填词的，非常有荣幸。哇，可是没人听过。你听听看，我这里刚不会出这种字的。演出超时，请尽快。你在水晶圈吗？新年好，等一下，好来。好，我们就下次 acoustic 版本吧，就是三关嘛。我的吉他好像没声音哎。啊，不要紧张哦。这叫无声胜有声。是，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是，也是一首，我觉得像你跟我比较熟悉的一首歌嘛，算是吧，因为我们都比较老。哦，
你几个大？差不多。大吗？你大过他？大他一岁。我知道他半岁。是吗？真的。所以我们也算是比较大了。也是。所以这首歌其实，在新谣界里面，其实，在我们本地创作里面，也算是我自己蛮喜欢的一首歌。嗯。但是很少人唱。是。就是好。就除了他之外，就是我们了。嗯。这首歌名字叫做《相爱就是这种感觉》，大家有听过吗？有啊，哎，一个呀。没有听过的朋友不用担心，我们唱完之后你就有听过。哎，刚才这把吉他是不是费慧用过啊？啊，那么坏，没声音了现在。费慧在吗？换成 Nathan， 还是没有声音。有。哎，等一下我打给他，再跟他聊一下费慧啊。他用过之后没声音了。石楼上面有个玻璃，要多一个啊。OK， 没关系，好，不好意思浪费大家的时间，因为呀，相爱就是这种感觉。通常你看，我们吉他跟他比的话，差不多一两个。我说水准了，只是我们担心三把吉他在台上很花大家的时间，所以我们两个都决定不弹。对不对？我们只谈话，好不好？不过现在不要谈话，谈完场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哈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窗前柔和风，轻轻抚弄你美丽的笑容。身旁有你，以为是我也这般的沉醉，不想再祈求些什么，我已经拥有了太多。不看你那么迷人的双眼，因为你的一切早已经在我的心间。轻轻握着你的手，
我们有人要拍，有人要拍。我相爱就是这种感觉，你不知道几千万。对啊。现在大家有听过这首歌吗？有点印象吗？有吗？有一点点。有，刚听过。不过这个版本比较好听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这首歌应该也是蛮熟悉的。爱你不是爱给别人看。Yeah.对，就是六六大顺，对。可是不懂啊 ，Jimmy 会不会介意啊？叶良俊啊？哦，他不会啊，不会啊，他没有来吗？他不会，他没有来，他怎么会介意？你怎么知道他没有来啊？我爱你。没有来啊？没有，他没有来啊。不然我会喊出来。有吗 ？Oh my God! Oh my God! 啊！你看，你看。我都说过了，没有人，没有人。各位观众，叶良俊，喂，洪少轩，林家豪，还有陆少，哇哦，哇哦，真的不小，这个今天真的是很多星光熠熠的，真的是有重量级的人物都到了，对对对对，一说呢，哦对，哇，一说呢，你终于老了。真的，这是我们新加坡一个蛮顶尖的一个 engineer， 对，一个 music engineer， 对。他跟我同年，录音师，他跟我同年的。可是他第一天认识他到现在样子还是一样的，那怎么办？应该叫操老吗？还是叫天山童姥？
同来，反正有个老字，天山同来，就他犯了犯了不老症啊。是是是，就是跟我们嘉明一样啊。对，一生出来样子就是这样。好，接下来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很重要。其实这里呢，也要这个表扬一下我们这个台上的乐队。对对，非常非常感谢他们。就介绍一下，我们先来介绍我们第一位这个大提琴，我们的唐佳。小提琴林炯，还有我们的这个韦良在。哎，韦良在后面默默出来，他就是我们这个电脑程序非常厉害，就是我们的 programmer。是，接着下来这个一定要用这个英语介绍他，因为他好像不会听华语。会不会听华语啊你 ？OK， 你看没有反应。对，他就是飞面，我们的 saxophone。Alright， 耶，超级无敌高手。耶，接着叫我们的 second keyboard。这个女生啊，不错 ，Ruth， 小心啊。然后 Sharon， 第二键盘手。耶，再来这位，哎呦，没有他的话，整个乐队的 tempo 会跑的。他就是我们的这个 drums Patrick。Alright， 徐克，鼓手，长得像徐克。到您了，哥哥。啊，是吗？好，那有 drums， 当然是有 bassist， 我们的 bassist 手 Keith， 唱歌的那位。然后两位非常棒的吉他手，首先 rhythm guitarist 康阳。看我这个鼓手了。然后非常厉害的 Sebastian Ho 啊。还有我们的德语老师们，慧琪，还有 Joshua， 啊，就这样，没有。那其实还有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在台上，就是我们的音乐总监 James。但是刚才 Jim 啊，他有讲说，为什么我们街上乐队哦，没有玩 solo 的？对啊，平时都有。通常说会 solo 一下子嘛，对不对？合一牛合一下，但是他说要你 solo 嘞，下一场。我没有，不是我讲。你讲的，你叫我讲的。吃得起苦，吃得起苦，说谎都是这样。没事没事，我吃得起苦。我们要成为麦秀帕啊，就不要打架了。对啊，来下一首歌。因为我没有麦克风啦，所以这次麦秀帕啦。因为他们吃了欺负，对，接下来这首歌我吃了欺负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
忘了一切，走进了包袱，思念是带不走的。天空阴云密布，心中翻腾起伏，虽将飘摇皆徒人模糊，此地会是我已经幻想出。只满就太疯。